国民党需要一个2024最强的母鸡，需要一位共主。本人在这里诚挚的呼吁，最强母鸡侯友宜，请你公开站出来宣布参选总统。台湾需要英雄，希望侯市长能够承担大任。面对所有的事情，我该说的话我都会说，该做的事我都会做。每一个人有自己的角色，我现在是新北市长，我们一定会跟所有县市合作以外把市政做好。更重要的，我们对党也有很多的期许，只要我们能够做到的该做的事我们都会陆续做。